Hello， 中国的老板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朋友。来，坐坐坐，好久不见了。今天来了新货，朋友。新货，你看一下。现在货很难过来。对，很难的，很难的，朋友。看看豆豆。来了几个？那边三个。呀，色挺洋啊！我们把它全部拆了，一次性看吧。对，我这个浴缸你看一下。很漂亮的、哎、这个场合完美的，朋友你看一下。来，咱们一起看一看啊，今天他送过来的货，这两个呢它是会卡的色料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个呢是比较标准的会卡青花皮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里面的色已经往外印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种是会卡的水翻砂，这种做出货来还是有点水头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有些漏白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些漏白，开窗挺讲究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还原砂的一个料子，很牛逼。这种的话呢，它做出货来颜色会稍微淡一点，但它水头够啊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呢它里面的色应该是还是会在化开的，就是咱们从专业上来讲的话，它不是一整个啊，也是小裂多啊，这些料子你看这些地方它没开的都是一些小裂，所以说这种东西到时候它取件出来效果不会很好。像这个的话呢，界面可能做不了啊，它的品质还达不到一个界面品质啊，可能是有一个带色的一个挂件。来看一下界面品质啊，但是你看会卡的有一个特点，你看这个旁边裂很多啊，所以说像这种料子的话呢，咱们就是真的是非常要去看它这个裂，因为它这个裂太多了，它是没办法做那种随心的挂件的，它只能取界面，如果没有界面的话，这种料子会很亏啊，收回来。然后你看它其他地方都白了，都变了，咱们只能买这一包。其实这种料子的话呢，相对比较明啊。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一包，它大概有没有一个界面位。中间这堂位置是有一颗界面是比较稳，但是第二个不知道出不出得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些地方，还是有一堂裂稍微少的。第二块呢，就是它有白棉，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很聪明啊。你看这个它没开穿的地方，其实是有那种白棉的啊。所以说这块料子呢，以目前来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它变种了是吧，它也只有上面这一层色，做界面估计做不了，因为它这里这些地方是有白棉挡着，所以说做界面做不了，也是只能去做一个平平的，看看能不能做个小叶子啥的，也就是能取一个薄一点的一个小挂件吧。品质的话呢，咱们就说是品质都还可以，品质还可以的，品质还可以，品质还可以。裂的，我跟你讲，有棉有一定的棉的，就是不棉不翡翠的，你无棉不翡翠，是不是？啊，不骗你，对，一点都没有棉的话，这个是易水，不是翡翠，这个是易水，不是翡翠。对，我们这里来中国来的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搞翡翠很久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知道，现在大家都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来那么好货给你看的，但是我们是好朋友，是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句话我爱听。我来的是来，我都是来的，进来的那边很多人，过来，给我看，给我看。我说我不会干，是的，有一个我的朋友，有好货要先拿过来这里，我帮你打打价格，是吧？我给他看，他不喜欢的我送过来给你们看，懂了没有？可以，价格怎么样？价格几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三个一起吗？是不是下？咱们看一个这个嘛，这个是多少？我跟你讲，好朋友价格是不是不叫价？好不好？一口价，别叫，哎，进来我不叫，就叫价没有用，对，18万，好不好？18万，这样的一颗界面做出来的话，我这边估计也就是能有个五六万左右啊，一颗界面也就五六万左右。这个地方它就只有一个界面，一个界面可以做两个，可以做吊坠，两个要堵的，它这个上面可以的。我们做界面了，那就耳钉都给它磨掉了，肯定优先做界面嘛。你看这么小，滴滴摸摸一点耳钉不值钱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的话，以前我可以卖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20万。十万，现在我到时候现在大家都不容易，现在赚不下赚不到钱，20万卖真的卖不到，是不是？20万真的卖不到，赚钱都找不到，我们很难的，现在不赚钱，明天现在很难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卖18万，我也真的，小黑，我知道你想卖高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也是有也要自己赚一点，是不是？你要叫我不赚钱的，现在我不赚钱，本金朋友，我给你开一口价嘛。行不行？啊，我定一下嘛，我行动卖不行。7万块钱，行不行？7万块钱不可能。这个你看，它旁边全部变了，它只有这里一包嘛。一粒一粒的摸出来都可好了呀，朋友。这里有什么用？来，翠友们，你们自己说，这些地方白色的，还有这种裂的，咱们这种小碎裂、小蜘蛛网裂，这种地方拿来做什么？我跟你告诉我，你这种的话，这个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卖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100万都可以，无所谓。100万，我不骗你。就是，但是有一定的有的话，我给你卖18万块钱，你什么都没都可以卖100万呀。
行了，小黑，七万块钱考虑一下嘛。我上面就有一颗界面，那一颗界面老赵现在目前目测打下来的话，也就是个五六万左右。很多人知道不干一些，很多人想干，很多人可以价格很高的，但是我们是好朋友。我知道，我也好好给你的。我也喜欢中国，很爱中国的我。很爱中国的。见到不面的我很爱中国，但是我也爱缅甸的。懂了没有？啊，好朋友。我看一下缅甸人这边来，中国人很喜欢缅甸人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那肯定嘛，你们带着你们的玉石来，那肯定嘛。对，懂了，我很爱中国的，现在来的四年了，我记得。来四年，你这个话，中国话一听就是来的时长。现在我看一下，你随便看一下这种的话。这两个我也帮你收，但是这个的话呢，价格稍微低一点，十八万确实太高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讲一个心理价，想卖多少？心理话。一口价不？心理话。六六打算十六吗？十六万没意思。六六打算好不好？很多中国人喜欢的六，真的不敢想。中国人喜欢八。喜欢六，八也喜欢，六六喜欢。八也喜欢六。六六打算八八发财。六六打算八八发财。是的，可以是是啊。十六万吗？十万下，好好谈一下。十万下，十万上的话，这个如果说第二颗界面出不来，稳稳的赔这个料子。我跟你说，小黑。你一口价给多少钱？你我听一下。这个料子啊，八万块钱。给你加一万，小黑真的是。现在我不可能没得朋友，现在我不敢想，这本期都不。我好好的给你打了，因为这种料子它有风险，你知道吧？不是说我不愿意给，你说你把它拿成两颗界面，哎呀，那确实可以，是吧？一个界面老赵打六万，我打六万，你十万卖给我，我也很开心，我还可以挣两万。但是它这个上面目前来看只有一颗界面，它能不能出两颗完全看运气，这个谁也没办法保证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是我八万块钱买回来，另外那颗出不了，我可能还要贴一点，风险很大的，基本上没什么钱赚，还是要看。你加一点点好不好？加是你加是我估计没有点难了。没有啊，你见到不可能的，你可以带地雷啊朋友，你不要加嘛。现在我差不多了，现在不容易，我卖给你的。这个的话呢，有一个挂件啊，有一个挂件的话呢，这种色的挂件的话，也是三万块钱左右，但具体的话还要得。看它具体开出来，包括起货的一个效果跟情况啊。反正这种色货嘛，现在需求量也比较大，很多人比较喜欢，也倒是能赚一点，都不压手。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有白棉啊，这两个多少吗？要一个一个打吗？好吧。这个嘛，这个多少吗？哪个？这个。这个吗？啊。就一口价一口价不？嗯，你说，心理价位想卖多少？我不叫价不叫价不叫价。十万块钱。十万块钱。十万。这个呢？就要卖掉不？嗯，就一口价，四万块钱。这个有一点点白棉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刚刚说的是不是？旁边也变了，对，旁边也变了，他只能出一个很高的一个牌子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价格真的不关键，叫价没用，是不是？两个一起六万块钱。哎呀，十四万，这不可能的朋友。两个一起六万，十四万，这些加起来。三个十四万。啊，这个我给了你八万嘛，是吧？这个两个六万嘛，是不是十四嘛？我跟你讲朋友，今天我不开玩笑，不是我这种的话，我想卖，我不想，今天一点都不想卖。现在但是为什么那么便宜卖给你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们饭钱都没有，现在饭钱都找不到。你几个月了，我们赚不到钱的，你又知道？我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价格你也赚了一点了，是是也赚了一点，可以了嘛？对不对？两个我没有打得很低。以目前现在瑞丽这种情况了嘛，你拿出去给其他的老板去打价格，也不会有我打的高。我是不会可能我看到的价格你比他们高，给的肯定给的。你今天给见到我刚才今天太低了，你给的见到我不高兴，我来都来不行，很多人想干见到我不高兴。真的，你不信你拿去给他们打价。但是我们好朋友的时候我给你来给你干的，你十四万都肯定不可能的，见到我是不是？你看你试试看一下，你要加一点我给你卖，你不加我卖不了朋友，真的不干一下。行，我们让小佳看看。一个货的你可以卖二十万随便可以卖，但是我为什么卖给你现在？我们不容易。行啊，哎呦，我真的太难了，很难的朋友。心理价三个多少？小黑一句话了。23万，人家啊，差距太远了，小黑。不要不要，现在不看一下，你随便看一下，你考虑一下，你这个东西我全部拿去做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一会儿我就让那个我助理小佳，我拿去做货，最后一口价给你15万。
今天我就让他们拿去做货，到时候做出来什么我发给你看，你看值不值。这些地方有风险的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这些地方全变了。我知道朋友真的我知道15万小黑，真的15万我知道难，我们也难啊，有风险的。15万已经很高，你拿去让其他的中国老板打打，你看能不能打到15万。我估计人家最多了给你12-13万最多了。我是因为我要做货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怕，就是说是很久了嘛，是吧？对，就是说有些时候差个1-2万的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到时候把它做成成品的话呢，只要我们不亏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真加不了啊，小黑。我给你的面子，我卖给你自己3个税文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是好朋友，我知道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已经有带过来的话，多多来给你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朋友就没问题，是不是？卖给你，好不好？好朋友。今天我们一会儿就拿去做货。小佳，看一下这两个，这个缅甸朋友舅舅他15万谈了，你交给你了。对，要做件呀，拿去做件。这个有一个可以做蛋面嘞。对，明着应该是有，明着是有一个蛋面，但就不知道能不能出两颗，看你的手气了。有点蛋啊，做不出来两个就是吧，就你贴一下。这个有很薄，但是也有白棉，这个上面有白棉，有白棉，有白棉，而且比较薄嘛。没有啊，你就这里呀、啊，我眼瞎。小阿妹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小阿妹，你这个麦的你可以卖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是不是？我们做粉丝的很久了，你什么都卖的一个粉丝多少不买不就是一水了，懂了没有？见识可以，有缅甸，见识可以使。这个我看，因为它旁边。已经变了嘛，后面已经变了，你看就从中间这样取一个，看能不能有满色的，即使它露白也没关系了，就看能不能取上一个薄的一个牌子，小叶子啊或者是什么，你到时候去师傅看一下。这个估计有一个小挂件，色淡一点点、嗯、这个的话就按界面的规格去起，看能不能拨出两颗。这个应该会好看，这对、三个都好，小妹三个也不行。好的，你放心，你一多一个戒指出来就是老少人好，懂了没有？大家都好。行，我去拿，行，你拿过去，我拿钱给你，我拿钱给你。好朋友，嗯，这是10万，不用点了，这个是对的啊、嗯，不对了，我去找银行。没事，这不用修了，我是在中国的银行，我知道的。嗯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大点的袋子？好的，不要那个，有摩托车里面。哦，摩托车里面有袋子是吧？对，我找那个新拜哥，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好朋友，好，谢谢，下次有货送过来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期待小佳拿过去做的那些货，到时候出来是什么样子，看有没有惊喜啊？那个界面能出两颗，能不能出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朋友们，今天那个货做出来啊，上次咱们修的那几个小色料，做好了已经。来看一看，出了几个界面？那个，你猜，我猜是吧？我猜出了10个，不够一个你补。我补5个呀。你补啊，出了2个，朋友们，我。哇，个头还不小啊，这个好看。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色稍微淡一点的这个小挂件啊，虽然它色淡，但是水头是挺足的啊。对，这个就水好，水头好，嗯，对吧？然后色的话，中间这些画的也挺好看，反正这个东西它旁边露白的地方，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，对吧？它还是稍微带一点底色的这种，所以说总体来说也能接受。反正咱们既然出了两颗界面，是吧？这些也就能回本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就是说有那个白圆，取了2片啊，可以啊，位置还是够的，不是很厚啊，取的薄的是吧？色全部利用上了。对，如果说这种真的是漏底了，那个人那个老缅甸人说开窗，他们没开的地方啊，你看这么厉害，没开的地方全部是白的，开的地方才有色啊。如果说是这样，我们单去做一件的话呢，可以做厚装一点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比较薄的，可以做小吊坠嘛，小吊坠，对。小巧精致一点，挺好看的。嗯，也还行，做出来的成色的话也还行，这两个能卖回本就行了。嗯，我们看看这个水好，界面啊，裂是没有，应该看了都，嗯，裂是没有。但是你看，朋友们，现在裂没有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再来看棉，哎，你看这个界面上呢，它还是这些浮棉，大家就看得到。哎，这个呢，就是边看老赵收货啊，一定要边学知识。你看这些地方，它会有色差，看到没？色差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棉啊。你看这个的话呢，它的重棉就会少一点，但是呢，它整体来说，它的棉是
比较薄的那种均匀的分布在上面，然后我们再看就会看这个的色就会更匀一点，这个的色你一旦远了之后呢，你就看到它上面会有灰灰的一小点点的那种小重面啊。总体来说个头大，这个界面的话就个头大。来，小佳去带着去自然光下面给大家看一看，咱们灯下不看玉，我们直接成品啊，灯下不看玉，我们直接灯下不看色，灯下不看色，对，真的是。哎，你看朋友们自己看，在太阳光下面的这种水头啊就能够体现出来了。如果说这个界面它是没有棉，是那种完美的大颗粒，我的天，你带到这个阳光底下，它所折射出来的那种绿光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抢眼。嗯，镶一下金子，这个太丑了，镶搞得铜的，搞得铜的，搞得铜还没去镶，可以，行。那咱们待会儿还是老样子，我们放到那个摄影棚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像这种界面呢，我们在摄影棚里面拍它又是怎样的一个效果，是吧？我喜欢这一个，喜欢这一个是吧？不送给你。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，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更